2022美国亚太传统活动月南加州科技教育论坛将于5月28日在洛杉矶举办。这次是由 IEIS IELE Innovation Society 将在今年的5月28号下午2点到5点展开南加州科技教育论坛。这次的论坛主要目标是建议所有华裔家长还有学生如何凸显自己的优势，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所有想要申请好的名校以及青睐的大学。论坛将邀请众多城市以及学区委员、教育专家，还有政商界代表出席，分享优秀亚裔华裔科学家的成功经验，强调科学、科技、工程以及数学的重要性，并将美国 STEM 演变成 STREAMS 教育优质资源，推广给更多华裔家庭和学生们，分享 STREAMS 专业升学和职业发展趋势及议题。那这次的论坛中，我们邀请了很多知名的学校，包括由UCLA、UC Berkeley、UCSD、IEEE。还有这个 US Navy， 他们会来帮助我们家长跟学生更了解什么是现在的 STEAM， 从 STEAM 变成 STREAM， 从 STREAM 变成 STREAMS， 最主要的一个科目 component 就是这个软实力 soft skill。 那这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个现场来倾听这位八位教授的一些分享，让未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有这个工作上都可以找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方向。随着中美关系和政府政策的导向，在美华裔青少年教育面临的严重挑战，华裔家长如何把握教育资源，选择具备核心竞争力的教育团队，都将在本次论坛中有所覆盖。